中不是演电影那些年的男主角，也不是在日本办案的那个小男孩。名侦探为什么要说成这样呢？因为如果我穿着像柯南一样，大家就会知道我是一名名侦探，所以要入乡随俗，这样大家就不会注意到我了。部落要来查案，查什么案子呢？这个案件很重要，因为跟 DLC 有关，所以我要亲自来这里仔细查一查。这个案子是非常惊人的，认识好人并不是杀人事件。这案子的名字叫大人不要冤枉我啊，那快点说出你的感受。邻居很快乐，因为助人为快乐之本，也可以认识好邻居。如果你确定，凶手就是小老师。你是名侦探柯北，还是毛利小六郎？查案手法真是烂惨。其实